许我们听着音乐，还好我忘了是谁唱，谁唱。当时桌上有一杯茶，还好我没将它喝完，喝完。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，才敢念念不忘。当时如果留在这里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，只要我喝得够快就可以赶得上伴奏。当时如果没有告别，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，有什么分别，能够呼吸的就不能够放在身旁。看当时的月亮，曾经代表谁的心，结局都一样。看当时的月亮，一个指尖化作今天的阳光。你们怎么知道水洒到我裤子上了？我还在那故装镇定。谁能告诉我那一种信仰，就能让人念念不忘。